这个 UV 打印机呢，它是和我们的平板打印机呢外形是差不多的，在这里呢它多了一个水冷的泵，我们看看里面，在这里呢有一个水冷的头啊， UV 灯接在这个地方，这是水冷头，这个地方呢我们采用的是铜板散热啊，在铜板里面呢我们还有很多小的微柱啊，这个微柱呢它能够有效的提高散热的效率啊。在收到打印机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联供都已经装好了，联供啊，这里面是黑颜色的墨囊，我们像这样把管道都已经弄好了，但是管道外面呢，在这个外面呢我们只留了一节管子啊，到时候你收到机器之后呢是没有这些瓶子的，那么当你买墨水的时候呢它就会有这样的瓶子，到时候呢你只需要在这个瓶子上面用钻头打两个洞啊，一个洞呢就是把管道插到瓶子底，另一个洞呢就是透气的一个孔啊。这个放瓶子的支架，这个支架呢它发货的时候没有这样安装的啊，到时候你收到货以后和螺丝啊，你把这两个螺丝松开，松开这个支架是可以往上一抬啊，从上面取下来的，那么这样呢你比如说你要检销什么的，那墨水瓶呢就可以放在这一个盒子里面啊，你可以放到这个托盘上面啊，在这里检销啊，检销好了以后呢你就把它整体的，这样瓶子就不会倒啊，从这里放进去，这边套进去，然后一挂它就不会掉了，然后用螺丝刀把它稍微拧紧一点就可以了啊。打印机的总电源插口接在这个地方啊，打印机与电脑连接的 USB 线啊插这个地方啊，在电源的旁边有一个小开关，这个小开关呢在打印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打开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把它打开啊。这个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它有一个蓝颜色的灯就亮了。这个是一个水泵，它的作用呢是将冷却水泵到 UV 灯的散热片啊，然后把加热过的冷却水呢再泵到后面这里来，来看一下这里，这个叫做水排，这个叫水排，它的作用呢和我们汽车上的水箱是一个作用，在这个水排里面呢有一个小电风扇，我们用手去摸它的时候感觉到有小小的风吹出来啊，在打印之前每天开机都要检查一下这里有没有风吹出来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水啊，它是在动的，它是在循环的，这几个按钮的作用啊，我们看这里，这个呢就是打印机的打印部分的电源开关，这个呢叫墨滴按钮呢，就是清洗，就是把它长按，按住不放五秒钟，打印机会自动执行清洗的工作。这一个呢静止键啊，如果这个灯亮了就代表缺纸卡纸啊，按一下呢它会自动的静止啊。这里呢我们专门装了一个，这个叫 UV 控制灯啊，当你希望 UV 灯亮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按下去啊，按下去之后这里会有一个绿灯亮起来，当你不需要 UV 灯亮的时候呢
你就再按一下，啊，就是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个呢？就是当你打印喷嘴检查的时候，你希望那个墨水打印上去，它不固化，那么就是说喷嘴检查打完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擦掉，那么你就不要开这个灯。如果说你在打印产品的时候，就一定要先把这个灯按下去。在开机之前，先把托盘拉到最外面，按电源键。开机的过程中呢，这个绿灯是会闪烁的，等开机正常以后，这个绿灯它就是常亮的，它不闪烁，这种情况下开机就是正常的。那开机正常后呢，我们来测试一下 UV 灯是不是正常的。我们先按一下这个开关，然后把托盘推到底，然后按一下打印机的静止按钮，这个时候 UV 灯就亮了，那说明这个 UV 灯就是正常的。我们打印喷嘴检查，它是打在这个不锈钢的这块位置的，但是打喷嘴检查的时候，如果 UV 灯亮的情况下，它到时候就很难把它擦除，所以打喷嘴检查的时候，我们建议把这个按钮把它按掉，那么它打喷嘴检查的时候 UV 灯就不会亮了。把托盘推到底，打印喷嘴检查，就可以用纸巾蘸点酒精，就可以把它擦得很干净。喷嘴检查如果是全通的呢，就可以下一步我们来打印手机壳。刚收到打印机的时候呢，这一块平台呀，它是这个颜色，和这个壳子是一样的，黑颜色的。但是呢，这个 UV 墨水啊，它如果说一旦污染了，它是很难去除干净的，你说用刀去刮，那么这个到时候这个平台上的油漆啊什么的就破坏了。为了这个平台使用时间长久一点，我们呢就在上面贴上一层计时贴啊。这个计时贴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就叫计时贴，它是一种塑料的一种像纸一样的东西，中间是可以揭开的，这一面呢是粘的啊，它可以粘的，但它是塑料的，它不是普通的那种带纸的那种带杯胶的纸啊，所以杯胶的纸呢，它粘上去一扯就破了啊，所以一定要用这个叫计时贴啊，塑料的。贴上去，如果以后这个平台上面污染了很脏了，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把它揭掉，然后再贴上一层计时贴。下面呢，我们在这个平台上，我们先打印一个手机壳放置的一个位置线。那么大家要注意一点的就是，这个喷头的这一边有一个 UV 灯啊。其实喷头正下方打印的这一块，它 UV 灯是无法固化到的啊，所以呢，它打印的这个宽度，本来这个打印机的宽度可以打印到200毫米个宽，但是 UV 灯在喷头的左边啊。那么有一段呢，就是 UV 灯照射不到的，它虽然能打印到，但是它无法固化，所以呢，它的实际能够固化的打印宽度只有160毫米，所以大家打印手机壳的时候，要把这一段距离要把它空出来，而且这一块呢还要打印上东西，它才喷头才可能移动到这里。我们现在打印位置线。打印机这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红颜色的挡板，当我们把要打印任何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打印的这个面要和这个挡板只能比这个挡板矮一点点，矮1毫米左右。打印
位置线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 UV 灯的开关给它按上开。现在这个位置线就打印好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一边到时候是不能打印的，只有线这一边啊才能打印。我们在这个位置线呢旁边，我们贴上双面胶，这里贴一条，然后大概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壳子啊，这个跨度上，我们再贴个双面胶。我们手机壳呢就贴起位置线的左边和上边，这样放手机壳，就这样放啊。我们建议，因为喷头喷墨是从这一头往这一头喷啊，它这里有一个孔，这个孔呢它有可能会，这种摄像孔有可能会导致打印中墨水到处飘，所以呢我们建议摄像孔是在这边啊，喷头从这边往这边喷的时候，即使飘墨对手机壳的影响，打印影响也很小。手机壳摆好以后，这个托盘一定要调到合适的位置啊，我们先把它拧下来，然后轻轻往里面推，注意不要撞到这个红色挡板啊，然后我们再反过来拧，大概距离这个红色挡板一毫米就好了，然后推到底打印。这个冷却水泵啊，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，它下面呢是一个电机啊泵体，上面呢是一个小的储水槽啊。如果在使用过程中，这个液位啊它慢慢的变矮了啊，我们怎么样添加冷却液？这个上面呢是一个密封的盖子，我们用一个小螺丝刀啊，把它这样一旋，看看，这个是很紧的啊，发货的时候是很紧，这里有密封圈啊，这个就是冷却液，它是一个蓝颜色的液体。就往这里面倒，加到多少呢？我们看一下啊，它这个液位不要低于这个水槽的1/4啊，就离上面几毫米有一点空间，你能看到这个液体它在里面动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只加到一半或者更少，要基本上要加满。加满以后把这个盖紧，用螺丝刀拧紧就好了。如果我们结束了一天的打印工作啊，我们最后要这样处理啊，先关掉这个 UV 灯的按钮啊，关打印机，断掉后面的电源。